钱江机器人虎年我们就是虎力全开了，那今年呢我们钱江机器人整个销售目标达到5000台，我们这个产品呢能够赋能各个集成商以及终端的用户，为浙江省数字化工厂赋能，提升这个整个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，出一份我们钱江机器人一份力量。